Hello， 粉丝们，最近卖面包屑卖得好，赚钱了啊！舍得一把吃一颗大帝王蟹啊！哎呀，啊，教大家如何正确吃哈，帝王蟹的吃法大概就这么吃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，这个是买的便宜货，生冻的海鲜不太好，容易那个发货不太好发。嗯，自己吃行吗？饭店也能用，嗯，香哎。